一当百。我叫孟罗福，一个宅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是个电脑高手。于是乎，身为高手有两个弊，我有一个富二代的好基友。他的感情早已经破裂，我已经喜欢上了一个女人。我们是好基友吧？ So this name， 我喜欢上一个女人了，你会不会吃醋？如果你把喜欢两个字去掉的话，我一定会愤怒的。Why？ 身为基友，这么好的事居然不连带叫上我。淡定淡定，其实我只是略微那么的喜欢一点点。喜欢就去追呀，你个渣渣。该如何才能追上那个女孩呢？既然你真心诚意地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，男人以一当百的人民币是敲开女性心灵的敲门砖，我富二代有这个能力。丫的嚣张个屁，哥有的是以一当百的金币，咱们一决攻受吧。哎，那个，简直呀，简直呀，我们就在那时 PK 去。造二个一个渣渣，到时候我们用人民的力量把你和谐掉。不过呢，我们先分手吧。分手谁养你？那是康师傅泡面。拜拜。不是吧，你真摔呀、一杯哥碰到摄像机了。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。好吧，党费过后，哥的全部家当就是他了。难道这世界上就没有以一当百的神话吗？不管他了，元首与斯大林同在。嗨，狭路相逢才者胜。家伙吧。小丽，我们约会吧。哎呀，我没零钱啊，你们谁有零钱呀？零钱。我们上车吧。好。这什么狗屁剧情啊，编剧啊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正在月影传说 online 中。一当百，我输了。